我是圣光之刃，英勇作战，保持警戒。 看来联盟也响应呼唤了，警觉不懈。来吧，我带你去圣光地窖，其他人都在等我们。我的德莱尼同胞，艾泽拉斯的勇士。 进攻阿古斯的时候到了，我们要拯救这个世界，一鼓作气，彻底摧毁燃烧军团。燃烧军团就要穷途末路了。勇士，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会指引你。主动出击。伊利丹，你说的对，这可能是我们获胜的唯一机会。 把你的力量借给我，我们一起打开通道。多年前，艾克索达坠毁在这里时失去了机能，从那时候起，我们所有的资源和时间都拿来做这艘新的船舰了。这是我们复仇的武器。 跟我来吧，阿古斯之子，盟友、勇士，我们去范迪卡尔。圣光军团的弟兄正在等着我们，只有携手合作，才能赢得胜利。 圣光会指引我们找到他们的，罗穆尔。出发前做好最后的确认和所有的准备，时候到了。遵命，预言者，马上办。 你准备好要出发就跟我说，并不是。 船舰了，范迪卡尔很快就可以启航。抵达阿古斯之后，我们就跟圣光军团会合，准备开始作战。他明白这次。 出征要付出的代价吗？有人明白吗？我们遵循的是圣光之道，不怕任何危险。哼，你的信仰一直是你最大的弱点。在最亲近的盟友堕入黑暗时，你没有阻止。 燃烧军团侵略你的家园，掳走你的族人，你没有挺身抵抗，你只是冷眼旁观，自以为在遵从圣光的旨意。事实上，是你辜负了族人，是你害死了他们。你永远不懂，我为了拯救族人。 到底做过了什么？圣光阻碍了你，你要走出自己的路。预言者，准备好了，出发。
你说的圣光军团在哪里？瑟纳达尔，大事不好了！那些懦夫终于现身了，炸死他们！燃烧军团很快就会再攻击，预言者，请下命令，准备作战。阿古斯的最后一战开始了。要是被击中，我们就完了。一定要先下手为强。我们必须一起。我们要在武器充能完毕之前摧毁它。龙木尔，在地面部署碉堡。碉堡已经部署完成。龙木尔，派兵建立前方防线。启动传送阵列。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下去。我会等你下令。范迪卡尔准备完成。坚守阵地，拼死也要保护范迪卡尔。燃烧军团也打不住，不先解决敌人的屏障，范迪卡尔就无法向毁灭者开火。动作快！我们这里支撑不了多久。帮我！奋勇作战，存活下来。晚来者，谢谢你。方镜头了，发射！千万不要单独跟他们战斗，我从这里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力量。接受圣光的净化吧。跟他们打没用，他们死了还会复活。他们是埃雷达尔最强的战士，千万不要小看他们。反抗，战斗，活下来。那些恶魔的身体充满了魔能，看来燃烧军团除了远征之外还做了不少事。见识范迪卡尔的威力，收紧一切。大地因为痛苦而扭曲，这里没有圣光。知道的只是燃烧军团的一小部分。因为你的世界会在主人的火焰中
烧岛已经打开了，无所谓，早就已经开始了。的灵魂是他们魔法的能量，死了也无法解脱。跟他们打没有用，他们死了还会复活。大地因为痛苦而扭曲，所有的生命都是恶魔的养分。摧毁这邪恶的机器吧！这些武器居然没有守卫，我有很多很多商品。事情不对劲，这不是单纯的工程武器。再会啦，布鲁巴的朋友。圣光之名，大家必须团结一心，为了艾泽拉斯。守则里绝不罢休。小心！燃烧军团不摧毁整个世界，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。那这种东西要是再来一个，我们就撑不住了，必须重整部队。那些库克奴隶获得自由后，沿着山脊逃跑了，应该还没跑太远。或许他们能助我们一臂之力。你对他们的忠诚期望太高了，想拿性命开玩笑的话随便你。我要去整顿部队，为反击做好准备。如你所愿，去吧。我感觉他们离这里不远了。阿克蒙德和吉尔加丹勾结黑暗泰坦的时候，我的同胞没有全部逃离阿古斯，许多人自愿加入燃烧军团，以为萨格拉斯会带给他们力量和荣耀。发现真相的人想要逃跑，却发现自己困在这场噩梦中无法脱身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撑到现在的。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都勇士，保持警戒。燃烧军团可是诡计多端，这也有可能是个陷阱。别落单了，有人在监视我们。这个地方好熟悉。勇士，做好准备，我们被包围了。马上现身！费伦，你终于回到这个被你遗弃的地方了。那个声音是哈图恩，你是怎么在这种地方撑这么久的？我们跟阿古斯一起转变了，除了努力忍受，我们还有什么选择？哈图
我不想跟你打，但我也不会让你的怨恨阻碍我们对抗燃烧军团。预言者，你背弃了自己的同胞跟家园，你这么做应该以死谢罪。不过你的盟友从燃烧军团手中救了我们许多人，或许你真的变了。够了，放下武器，预言者和他的盟友不是我们的敌人。我们所有人都要团结，才有机会击败燃烧军团。图拉扬大主教，终于见面了。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。瑟纳达尔坠落时，哈图温的族人救了我。很多人没这么幸运，他们在坠落地点死守，为自己的生命奋战，遵循圣光之道。等你准备好了，我需要跟你谈谈。圣光军团和燃烧军团奋战了千百年，经历过无数的对战、混战和恶战。我们已经下定决心，这次绝对要消灭燃烧军团，我们会奋战到死。我们在阿古斯跟燃烧军团进行最后一战的时候，就知道生存机会渺茫。瑟纳达尔被击中的时候，我以为一切都完了，但是圣光没有遗弃我们，他带领你们来到这里，又给了我们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。现在就看我们怎么运用这个机会了。我们一起奋战，沿着山脊就能前往陷坑，小心别被发现了，我们晚点会合。Yeah.
条柱子。放肆的凡人，我来受死吧。过来这里，不要被发现了。圣光指引我们。Kronakai Crystal， 举起你的武器，你的灵魂会燃烧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团结。这波今天就是你的末日，太脆弱了，一碰就不留活口。恶魔，我跟你们打了一千年，不能失去，就算你们夸口，最后还是会死。勇士，圣光欢迎你。我没事，多亏了我们这位朋友艾兰利亚。有件事你得听我说。可是，难道你不能联系我们吗？联系你的族人，联系我。阿拉特，我和你的母亲没有一天不……这真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你。离开你，我心都碎了。再见。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我们要有所行动。范迪卡尔是我们复仇的武器。你应该在上战场前先熟悉他，就像熟悉其他武器一样。别想逃避我们的怒火。希望你可以找到有用的东西。这会是你双赢的交易。你好啊，朋友。帮助那些比较不幸的人。你好啊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祝你好运。Dionys Aka。 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都迷失了方向。圣光军团准备好了。儿子，我们有好多话想对你说，但是瑟纳达尔上的盟友需要我们的帮助。
图拉扬，你得去帮他们。我会潜入敌人后方，帮你制造混乱。阿拉特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。我明白。圣光与你们同在。你要小心，我们会集合其他人，为战斗做准备。凡蕾莎阿姨，看着他们离开，我心好痛。好不容易才重逢，我不能再失去他们。我的斥候发现阿格纳尔的尸体了，大主教，我们欠你一份人情，还有你，外来者。族长，我们要集合大家的力量，才能击败燃烧军团。但我们的朋友现在有麻烦了。有个办法，我们汇集一切的力量帮助你。是地道，原来是这样，你们才逃过一劫。我们躲了起来，学会适应，幸好在危难的时刻，这片土地聆听了我们的声音。我会先去清出一条路，通往瑟纳达尔的那座桥似乎威胁最小。愿圣光与我们同在。前往我们的防线。我以信仰为盾，我们会打赢这场仗。只要你还能走，就可以作战。什么事？拜托，救救我们的队长！往西边过去就能找到他，他在守卫我们最后一座火炮。
吞噬千百个世界的怒火。这只是我们的一小部分力量，做好准备，为圣光而战吧！献上人的灵魂吧！燃烧军团绝不留情，快去操作炮台，打下那些蝙蝠，我们就靠你了。只要观念对了，万物都是武器。我服侍圣光。之前挡住燃烧军团的攻势。每次启动控制台就能完成传送，剩下的就交给我。来，跟我聊聊。曙光升起，有影收成功了，来吧，登上瑟纳达尔，我们去救瑟拉。
不屈服就等死吧。答应你，我能感觉到瑟拉就在中央大厅。感谢圣光，我们还来得及。救出来之后呢？我违背他的意志，深入虚无，被他关了起来。他会再关我一次吗？还是会杀了我？瑟拉要是知道你冒着生命危险救他，一定会对你改观的，相信我。瑟拉，别担心，你现在安全了。来吧，勇士，帮我一起带他回范迪卡尔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。我以信仰为盾。圣光军团准备好了，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绝对不能退缩。我的部队会守住瑟纳达尔，虽然已经救回最重要的瑟拉，但是绝不能让燃烧军团夺走我们的船舰。在我的位置设立信标，我们要回家了。我们一起奋战。为家园和家人而战。见到你是圣光的无比恩赐，瑟拉。图拉扬，你找到了天选者。伊利丹，从你出生，你眼中的光明就是未来的希望。抛弃了你说的宿命，你不想找回失去的一切，让自己完整吗？我只想消灭燃烧军团。孩子，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却一无所获。接受你真正的潜能，救赎的机会就在眼前。抛开你破碎的躯体，拥抱圣光的力量。我曾经为了力量而放弃自由。预言一定要实现。圣光恢复于你全新的生命，这由不得你决定。圣光会治疗你的伤痛，伤痛造就了我。圣光才是你的命运。
我的命运我做主。背叛者，你害了我们。你的信仰蒙蔽了你，根本就没有天巡者，只有我们能拯救自己。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，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都迷失。圣光不会随着至高纳鲁的死亡而消灭，圣光就在每个人心中。我们还有必须做的事，我们一定要拯救世界，继续前进。预言者，你说的对，任务还要继续。时候总算到了。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。虽然形体粉碎了，但是他的圣光还没有离开我们，不能让他的圣光陷入黑暗。我们一定要好好守住熔炉。克罗纳开 Crystal， 要相信圣光。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并不是所有燃烧军团侵略你的家园，是该展开反击了。这就是燃烧军团的心脏了，我很快就会撕裂它。勇士，圣光欢迎你，遵循圣光之道。来，跟我聊聊。愿你击败燃烧军团。英雄，我们要把握现在，我们永不屈服。
圣光啊，他们对我的家园做了什么？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。圣光军团准备好了，圣光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会在信标矩阵里加入坐标。Dionys Baka， 敌人数量太多，需要你的帮忙。艾兰里亚在那里指挥部队，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。来，跟我聊聊。半迪卡尔准备完成。圣光欢迎你，只要为了阿古斯，为了我们的同胞，刀刃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都迷失了方向，形势终于扭转过来了。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让燃烧军团在我们的攻击下战斗吧。有消息吗？千万别让目标离开视线。你来了，太好了！敌人数量太多，怎么杀都杀不完。我们各行其道，做好你的选择。有话快说。大的埃雷达尔被困在静置状态下，他们的身体被改造成更致命的形态。趁他们还没醒过来，快杀掉这些怪物！你不配当对手。Thank you.
Kronakai Crystal， 这就是燃烧军团的心脏，防御也固若金汤。我们不该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，还需要更多时间准备，才有获胜的机会。我以信仰为盾。遵循圣光。你是找麦格尼的时候，我会调派军队，在燃烧军团的要塞外围建立据点。正在痛苦，没想到你也听得见这些低语，万来者。虽然比风的气息还轻，艾泽拉斯的灵魂说话时就像唱歌，听起来好美。我会带领族人穿越。就算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阿古斯的灵魂不一样，他受尽折磨，崩溃了。小心，他的苦痛会淹没你。等你准备好，就把手放在石头上。他要让我们看一些东西。主人，您有何吩咐？快完成了，绝对不能让凡人干扰重生的仪式。那些不愿效忠的家伙全部都要消灭，这是必要的杀戮。阿格拉玛，再次听从我的吩咐，阻止圣光的侵袭。阿格拉玛，这个堕落泰坦也是萨格拉斯的手下了，这下糟了，大事不妙。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勇士。
么事？燃烧军团，壁虎八
我听到了，有话快说。大地的爱意吞噬你，恶魔竟敢派出先锋部队攻击范迪卡尔，杀掉他们，让敌人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。在最黑暗的夜晚，也要怀有希望。从这个血里，就能修你的燃烧之环。奋战！已经走到了这泰坦们，燃烧军团一定是利用他的灵魂在虚空中让军队重生。要是能消灭他，无限的军队就不再无限了。要是能瓦解燃烧军团的优势，那么艾泽拉斯就有救了。我会跟你在纳斯拉萨斯附近的军事要塞会合，让范迪卡尔准备就绪，我们随时都可能需要支援。英雄，我们要把握现在。正在猛烈攻击我方部队，摧毁他们的防护屏障，然后用范迪卡尔加以反击。在乎的一切，恶魔不会就此停止攻击，我们要随时保持警觉。这附近有个一定要消灭的目标，手段就让你自己决定。
这样的结果，我们一定胜利在望。圣光军团准备好了，没有火力支援，英雄，我们要把握现在。塔里面送死，大主教一定会有的，我保证，我们永不屈服。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。恶魔入侵我们的世界，他们现在是我们的猎物。是该怀疑颜色了。艾泽拉斯注定灭亡，是吞噬千百个世界的怒火。
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都能使了我。我会助你一臂之力。我们击溃了他们，快乘胜追击，时候总算到了。要等解决掉魔塔以后，我们就行动。这真是个狩猎的好日子，折磨他们。来，跟我聊聊。记得千面必须是双数，而且不能有阻隔，一定要刚刚好才行。助我们的远征，邪恶逼近了。
有消息吗？英雄，我们要把握现在。大主教，机甲终于准备好了，请看。圣光军团准备好了，我们要为各位，该是拿下中央魔塔的时候了，准备出击。我们会从地面发动攻击，你来帮忙清除一条路。敌军一定会顽强抵抗，纳斯拉萨斯绝对不会轻易就范。等他倒下，我们就在中央的庭院会合。祝你好运。敌人攻破了魔塔的大门，准备迎战。挑战燃烧军团不会有好下场。全力防守，在这里挡住敌人。血肉真脆弱。就在前面那座塔里，杀了他，我们很快就会抵达庭院，杀光他们，为了艾泽拉斯。凡人，你再怎么挣扎都没用，无穷无尽，我们可是燃烧军团。胜利属于我们，出现，我们去外面等你。
这么说来，麦格尼看到的是真的，萨格拉斯让阿格拉玛复活了。我以信仰为盾，他们所运用的力量强大到无法想象，范迪卡尔挡不住他们的攻势。阿古斯的泰坦之魂是摧毁燃烧军团的关键，我们一定要撑到泰坦之魂被摧毁为止，否则萨格拉斯就赢了。达尤尼斯·昂卡，来，跟我聊聊。愿你击败燃烧军团。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。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，目前看来，如果贸然进军安托洛斯，我们一定会全军覆没。有件圣物可以扭转情势，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我们需要它。我们把这件宝物取名为三杰圣物。很久以前，我们兄弟为了带给大家富足的生活，铸造了一件宝物，其中一个在我这里，我一直带在身边，就是这个预言者之眼。另外两样可能还在阿古斯，我们必须去麦克艾瑞一趟，那是我们兄弟曾经共同统治的地方。我会助你一臂之力。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都迷失了方向，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吧，我必须亲眼看看。英雄，我们要把握现在。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塔尔加斯背叛了我们。不，反抗不能就此结束。预言者，带其他人走，我们会帮你争取时间。哈图恩，你不需要这么做。拜托你保护我的家人。就算要花一千年，我也要追到你。等等，情况不对，是那天牺牲者的灵魂。我还记得纳鲁的战争之歌，当时有个纳鲁为我们维持通道，他没跟上来，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歌声变得痛苦而扭曲。
了。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，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都迷失了方向，好多人逃不出来，只能在原地不断徘徊，重复经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或许想让他们不再受到折磨，就只能去做我当初没有完成的事。我们要让这些灵魂都能成功逃走。说，这就是你拒绝接受的力量。后继，艾雷达尔会东山再起。加入我们吗？也想。这是关键的时刻，如果能启动战场上的防御机制，就能结束这场战斗。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。拒绝我们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我的族人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痛苦，我有多后悔。看着阿古斯离我越来越远，我请求纳鲁让我回去。他们说你有别的路要走，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路吗？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都迷失了方向。Arcanum Poros， 预言者，圣光军团与你同在。法瑞亚，很高兴有你帮忙。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。我们要找到觉醒符印，阿克蒙德可能会把它留在讲修院里。
明白了，我有最适合的人选，就是伊梅拉。遵命，队长。安娜拉，你来负责看好这些灵魂，其他的人保护这里。我要回到范迪卡尔，然后查出知识之冠的位置。朋友，你要保重。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觉醒符印，我们必须唤醒他。烧死你绝不罢休。我还以为能成功呢，灯是点亮了，但是没有反应。Down， 我需要你的帮忙，帮我看看问题在哪，好吗？我恢复了。哦，不好了，我认得这个声音。被流放的伊梅拉。你回来做什么？我们需要讲修院的资源，不会开放给你们这种人使用。守门者竟然是这个家伙，或许应该让你来跟他说话。我有义务要帮助你。觉醒符印代表讲修院的最高荣耀，只有阿克蒙德选中的人才有资格争取。我有义务告诉你，主人特别为了这个目的创造了试炼，但我也有义务接受一窍不通的人进行试炼。说明你的目的。我们开始吧。离别也会让我难过。好极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伊梅拉，你不准插手。不过我会让你亲眼看看你的朋友是怎么失败的。你真慷慨。
我即使无法提供直接的帮助，但还有一些可能会派上用场的资讯。真是自寻死路，不过我随便你。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开始吧。你面对的是贾拉苏，蒋修院的首领。你可以够了，你证明自己有资格了。有点诈欺，看来是结束了。我想这样算是你赢了吧。我必须打招呼。你好。规定就是规定。说明你的目的。这个挑战很简单，进去之后就看你能不能抵达建筑物的另一端。这很有可能会杀了你。祝你好运。小心不要碰到光束。我想的应该很快。小心阶梯。哦，你办到了，好极了。根据标准程序，好吧，试炼结束了。不过这只是因为我没有空间可以测试你了。
我有义务要帮助你。规定就是规定。我进不了议政厅，不过你早就知道了，对吧？也许吧。我对你有信心，等你完成了就到附近找我。教学成果，阿古斯会以你为傲，接受奖励吧。你找到了，好强的力量，我从这里就感觉到了。快拿来给我，我们已经在下方巩固一道安全的防线了。我们一定会收复家园。燃烧军团绝不留情，千万小心。愿意加入我们吗？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。阿克蒙德对这个符印不屑一顾，少了另外两个圣物，就无法为他带来强大力量，而力量是他唯一的渴望。就是因为他不屑一顾，我们才能拿回符印。要是他知道符印的价值，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摧毁。不知道他想用试炼证明什么，或许符印本身也是个测试，只差一步就能得到范迪卡尔完整的力量。接下来只要拿到知识之冠，三个圣物就完整了。来得正好，狩猎燃烧军团大举进攻阿古斯以外的世界，他们的军力分散了，
找出他们的传送门，杀死另外一边的恶魔。怎么可能会去当部落的首领？你有所不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或许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。凡蕾莎，你快说，希瓦纳斯他怎么了？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尽量解释清楚。这件事我们最好私底下聊。你好，所不用其极。你好，只要控制得当，暗影也能是盟友。先找到目标。燃烧军团的部队没有料到你会来，把他们全都收拾掉。太远了。
残。解决敌人，力量下凋零吧。将你的世界烧成灰烬。燃烧军团在你的攻势下节节败退，解决他们。世界里驱逐出去，这只不过是个开始。我们会把燃烧军团从所有世界里驱逐出去，这只不过是个开始。
帮帮我，那些小不点拿走我们的卷轴，变成了野兽。我们准备了驱散卷轴，要靠得够近才能发挥作用，小心一点。我们要有所行动。勇士，圣光欢迎你。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时间宝贵，不能让燃烧军团抓到预言者。灵魂一直在这里徘徊不去，我真是想不通。法瑞亚，报告情况。他们为什么要待在这里？刚才发射了信号弹，为什么想赶走他？还活着，我目前或许还没有其他人的消息，才会得到答案。那就别再浪费时间了。我们一起奋战，圣光指引我们，我以信仰为盾，遵循圣光之道。你好 ，Arcanopolos。Chronakai Crystal。做好准备，为圣光而战吧。注意找找能用的东西。他们还来不及巩固这个区域。我要烧死你！那是巴瑞特。你好，旅行者。就在附近。我服侍圣光。你不配当对手。特莱蒙一定在附近，跟着这些尸体走就行了。迎向光明，对抗黑暗。就是这里。
继续下一个。你受伤了吗？我没有受伤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得赶在塔尔加斯搅局之前拿到知识之冠。他真的在这里，我担心的事情成真了。我们一起奋战。Dionys Akar，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，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圣光欢迎都迷失了方向。我们要为家园和家人而战，我们会护送费伦去拿知识之冠。如果你能掩护我们撤退，或许就有机会。带路吧，预言者。我们得加快脚步，这里出现了黑暗而可怕的气息，而且不是塔尔加斯。是我们的，他们逃到高台去了，正好落入我们的陷阱里。你绝不罢休！传出去，一定会响彻安全的人。
废物。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知识之冠根本没用，现在用不到这个圣物了，把它跟纳鲁一起丢进神殿，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就此腐烂，都迷失了方向。我们必须一起对抗，至少我们知道他在哪里。为我效忠，一定是藏在三结义会之座。叫你们的族人那里传来黑暗的气息，全都对我效忠，我会改造你们，给你们无法想象的知识与无与伦比的力量。团结起来，我们就是燃烧军团，能击败想要吞噬我们的宿命。他给我们这么多，只要求一点点回报。强大的力量，他说的是事实。我原本希望其他人能感觉到萨格拉斯言语里的黑暗，可是他们被虚荣所迷惑，他们太渴望力量了。阿塔莫水晶让我看到，要是接受这个泰坦的条件，会导致可怕的后果。我们不会成为充满智慧的领导者，只会变成恐怖的怪。加入我们吗？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。要亲自动手，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都迷失了方向。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。这真不像你，这次居然没有逃走。当然了，这样正合我意。塔尔加斯，我们没必要打。我给你机会，快退下吧。还在妄想和平解决？出招吧！圣光军团准备好了。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费伦，我们会帮你。贝塔·多纳斯卡梅拉，愿圣光是伤痛的心，你才不是失望。我还真希望你等一下。从以前就总是躲在盟友后面，我也失去了兄弟。我们改天再来了结。不，你当初的住口！说够了没有？这就是你的末日。我说到痛处了，对吧？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，就帮我们找到知识之冠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太迟了，谁都别想逃出这里，就连圣光也不例外。一路好走，塔尔加斯。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都迷失了方向。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。我在你目前位置的西北方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撤离点，传送门快要打开了。来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塔尔加斯说，就连圣光都无法逃离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神殿里的黑暗笼罩整个麦克艾瑞的暗影，就是露拉。不可能的，他可是纳鲁，是圣光所生。瑟拉没让你们知道的还不止这些。
加入我们吗？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。我们没有时间清除打败塔尔加斯了。露拉的黑暗之歌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。如果知识之冠真的在神殿里，我们就会需要面对虚无。圣光保佑。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，要是没有知识之冠，我们就完了。跟我来，我们要面对黑暗。预言者，等等，我侦查过整个区域，麦克艾瑞沦陷的程度比我们想的还要糟。我们各行其道，做好你的选择。黑暗的纳罗正散发着虚无能量，它已经变成信标了。这个信标正在召唤会使用这种能量的人。这比我担心的还要糟。我们有办法对付这样的敌人吗？或许还有别的办法，不过我还是需要其他帮手。并不是所有徘徊的人都迷失了方向。你好。千万别让目标。勇士，到下面的遗迹和我会合。我们从黑暗的交界开始调查。竭力就能消灭燃烧军团，我们会亲手杀掉你。卡莱德斯准备好了。同心协力就能消灭燃烧军团。我们会亲手杀掉你。交给我吧，你需要我的。以黑火议会之名，我会做好该做的事。我就知道，
虚无的腐化力量已经蔓延到了这里，一定有人在帮他。去到处看看，发现可疑的东西就过来叫我。伟大的黑暗，我要收拾你！不，就算是能坚持你的决心，会跟别人诱惑动摇你的心智。我们各行其道，做好你的选择。我要收拾你！找到你心中以信念而生的无穷力量。别让黑暗的长夜毁灭你，接受他的赠礼。星斗，你不是孤军奋战，我们一定会得到救赎的。快过来，我发现生还者了。一定要无所不用其极，出来吧，我们不会伤害你。有人在说话，阿卡还不认得这个声音。我们找到你留的讯息。对，阿卡还呼唤了，可是以为不会有。嘘，你听到了吗？
死你！你叫阿卡汗对吗？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族人怎么了？有消息吗？阿卡汗知道，没错。剑无虚发。啊，有什么？跟我来，阿卡汗有个计划。你可以再多透露一点吗？比如说，你有什么打算呢？要停止这些声音，尖耳朵应该明白。阿卡汗，我得承认，听完我还是不放心。听好，这条路不通，我们要怎么去艾索楼？你有说话吗？陌生人说话怪怪的。这些生物，他们曾经是我的族人。为什么你能逃过一劫？阿卡汗忘了。等等，有个声音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他们还在祈祷，安息吧，兄弟。至少他们的苦难结束了。安静，安静，阿卡汗在听。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要找阿卡汗，阿卡汗答应救他们。谁在呼唤阿卡汗？快说！阿卡汗记得，艾索隆在呼唤，艾索隆会再度凝望星辰。那不是艾索隆在呼唤，等等，他还在这里，他进入了虚无。但如果我们动作够快，或许还能救他。再见。是谁？告诉我们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就让我满足你们的好奇心吧。谢谢，谢谢。阿卡汗终于懂了。一切都会毁坏，都没了，只剩下虚无。你一定要知道真相，阿卡汗会让你明白。抵抗那些声音，不，你看到的都是假象。错了，很遗憾让你经历这种事，好好安息吧。你感觉到了吗？有股力量要拉我们回去。这真是个狩猎的好日子。暗域行者，看来你见过副将了。你的族人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就是来找答案的，跟我来吧。你好。
为了守护亲爱的，走这边。我有东西要给你看，但是我们不能被发现，跟我来。等等，先解释清楚。真是没耐心，相信你可以在另一边找到答案。是什么？他们还热着呢，只可惜这一切都会被夺走。你好像有点失望，我真的是你最厉害的学生吗？我以为能在这个破星球找到有希望的灵魂，一定也好。我并没有放弃，你应该明白我的用意。给我出来！我不会半途而废的，暗域行者。你能吗？能舍弃那些牵挂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一定要无所不用其极。当然是你的伴侣，他对你的决定做何感想？在此，图拉扬相信我做的决定，我也相信他。我说的不是相信。你身边有这么强烈的圣光照耀，怎么还能拥抱暗影呢？有圣光，才会有暗影，老师。没时间处理琐事。
有消息吗？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风行者，你的决定是什么？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我准备好了。跟我来。会负责一样，我是自己的主人，不会受你控制。可恶的暗影，滚开！凡人，别忘了拿走你的奖励，我会照顾艾兰尼亚。这是半神的心脏，我们各行其道，非同小可。做好你的选择，拿去吧，踏上你命中注定的道路。这真是个狩猎的好日子，只要控制得当。你还活着，信标就快到了，你感觉如何？我的头好晕。记住，只要你还能主导自己的意志，你就能控制这股力量，而不是让这股力量控制你。你是怎么靠自己办到的？或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答案，在那之前我会继续盯着你的状况。再见了。你应该回到范迪卡尔，告诉大家一切的经过。我必须前往三杰议会之座，不管在那里等着我的会是什么，费伦一定会谅解的。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。我以信仰为盾，圣光指引我们。衷心的祝福你，旅途平安。这会是双赢的消息。
要如何效劳？我们来谈正事吧。在放石头的地方奋勇作战，存活下去。他看起来很苦恼。我会带领族人穿越黑暗。阿古斯的灵魂又在呼唤我，他很慌乱着急，而且非常悲伤，我的心也好痛。一旦你准备好，就把手放在石头上。重生的时刻快到了，灵魂都准备好了吗？主人，还有很多人不愿意走上真理的道路，但他们很快就会觉悟了。还有一个不见了，我需要他的精华才能赢得这场远征。生命守护者很快就会出现，我不会让他逃走的，主人。等我新创的万神殿崛起，宇宙中就谁也挡不住燃烧军团了。萨格拉斯打算建立黑暗万神殿，一定要赶在阿格拉玛之前找到伊欧娜的灵魂。别忘了你对艾德拉斯的责任。Kronakai Crystal， 你好。千万别让目标离开视线。
准备好了。真是太好了，石头出现变化了，灵魂碎片又在呼唤我，可是这一次不一样，说话的不是阿古斯，是别人。等你准备好，就把手放在石头上。我记得我们苏醒，四周充满了生命之力。我记得我们团结一心，却因背叛而四分五裂。我记得我们逃走，不让他拿到想要的东西。不能再躲了，帮助我，否则一切就结束了。是生命守护者，他是萨格拉斯计划的关键。我离得太远了，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勇士。艾塔斯正在痛苦哀嚎，加入我们吗？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燃烧军团。三杰圣物又再次完整了，我们要向燃烧军团主动出击，做好准备，朝安托洛斯前进。勇士，圣光欢迎。英雄，我们要把握现在。范迪卡尔准备完成。来，跟我聊聊。高阶审判官雷加尔被囚禁在亚克崔兹深处，燃烧军团已经到了，千万要小心。燃烧军团开启了好几个通往亚克崔兹的传送门，关闭这些传送门，别被恶魔夹攻。拉萨路，把高阶审判官带去阿古斯需要时间。英雄，你来晚了。
已经救出高阶审判官了。 这些哨兵不值得我们送命，想办法制住他们，撑到高阶审判官脱困为止。 高阶审判官，净化你们的世界！我自由了！高阶审判官，快！敌人追上来了！阿三五，我忠心的仆人，你留下来对付这些蠢蛋。 我有其他事情要做。遵命，高阶审判官。追寻者掩护高阶审判官逃走。人，你们别想进攻阿古斯，没用的，虫子！快，保护我！ 燃烧军团的家伙抢先一步逃走了，先从传送门回来，我会找出审判官的下落。英雄，我们要把握现在。 愿你击败燃烧军团，夺回阿古斯的恶魔之心了。我就快击败你们了！你们没资格击败我，虫子！你们以为有很多人想杀我？ 他们全都死了，但是我还在。来，跟我聊聊。半迪卡准备完成。